另一条要看到的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何永仪今天上午跟韩国瑜卢秀燕合体同台参加严宽恒的竞选成立大会，这韩国瑜的代表金句了，说选举就像是腊肉被吊起来打，痛批抹黑。汉子、秃子、燕子三子再度合体替严宽恒站台，会当两头千骨，一拜两拜三拜，我什么话拢我爱讲，我什么话不让人编，我拢吞，吞个长，结束啊！被抓出来，像一串腊肉一样掉在那里被打、被抹黑、被造谣，选完没有了。从韩国瑜到李明珍，南岛馆长，再到严宽。三个人轮番助长，展现蓝军大团结气氛。总部估计，现场涌入上千名的支持者，停在路边的后援游览车绵延两公里远。哇！甲阮太太、甲官人啊、下面啊、甲阮全家啊、阮爸甲侪号，九十号啊，我要徛在台顶，五五大人，而且甲大家拜个好。严家全体总动员，除了严庆彪夫妻俩，还有严宽恒很久没有露面的太太陈丽玲，以及他的儿子、媳妇、孙子，一家四代通通站上台力挺。党主席朱立伦也没缺席。虽然过去这段时间，咱受着足侪委屈，我甲大家报告，无要紧，咱站起来，咱拼落。蓝营四大巨头齐聚台中，参加严宽恒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堪称是区域立委最大场的造势活动。全力要让王子复仇记成功，国民党也能重新拿下中二选区这一席立委。记者方平文、李永胜 SNG 小组台中报道。